直播各位观众，目前我们人就在凯道。今天在凯道呢，最主要有一场游行，是由这个民主监督联盟的总召黄振中来号召的。最主要号召的呢，就是有百万的白衫军哦，来走上街头。因为之前呢，6月6号的时候，高雄市长韩国瑜遭到了罢免。同天晚上呢，高雄市议长许昆源呢，也坠楼轻生了。因为呢是这样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这些民运的团体呢，是走上街头，要来争取权益。目前我们再来看一段现场最新的状况。我们国文正博士、贺德芬教授，还有丁环强博士、欧崇进、欧校长，还有马志恒博士，还有杰森利，他们等一下也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见面。大家欢不欢迎啊？欢迎啊！这第三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揭发这个诈骗犯。我有可以看到呢，在现场这边呢，其实原定呢是要有百万人走上街头，但实际上在现场这边呢看到呢，确实有数百人在现场，而且呢是不断的挥喊，甚至是摇着这个旗帜的部分。而刚刚呢，这个总召也喊出了，在现场这边呢，目前已经突破800万人。活动从今天下午的2点半开始，预计到晚上10点哦。晚上的8点半的时候呢，他们大家会一起来点灯哦，来针对这个议长许昆源的部分来做一个悼念哦。而在现场这边活动持续都还在进行当中，就担心这边有冲突，因此台北市的警方也出动了350名的警力来做一个戒护，就希望呢这个活动呢在今天的时候呢能够顺利来落幕。以上是目前掌握到最新型时间镜头，交还棚内。